姜浩文呢日出直播爱欢乐全万家，仲唱歌筹款添啊！嚟紧四月又再参与 TVB 嘅剧集啦，听讲今次会再同魏英雄合作、啊。我呢个真系唔知道，我琴日啲人问我，咦系咪红姐嗰部？我唔知道、啊，我四月几五月尾开嗰部系咪嗰个监制？我仲问翻嗰啲人问我嗰啲，我问系咪嗰部啊？但我真系未听，一路接嚟讲都未听过。紅姐個名新劇，因為大部分嘅連我自己嘅角色都未曾太清楚，所以而家暫時都知道係會有一部係偵探懸疑嘅劇咯咁樣。自己會做咩人物？我估係警察，唔係我聽講係警察，係啊，係一個高級警務人員。其實完咗鐵探之後，我都好想再同 TVB 合作嘅，因為上次成班。都合作得好好，嗰、那個氣氛又好好，都好想再一次同 TVB 合作。咁一路都係等緊劇本啊，等緊好故事啊咁樣樣啫。係啦，今次撞啱一個，係咯，一個好故仔咁咪係咯，唔怕再合作咯。雖然連做乜角色都未知，不過黑仔都已經做緊準備啦。暫時未知嘅情況之下咧，就係、是。操翻 fit 自己咯，因為過年食得太好啦，過年真係吹漲咗，又冇以前咁乾身，而家係咯，攤翻乾身少少咯。唔怪之得近排見你開始做健身操啦。係啊，其實我都好想將呢、這個我哋叫做爆汗運動咯，就係、是、嗰四分鐘都可以跳到好喘氣，係啊。咁咁啱啲街坊朋友啊，啲鄰居啊，又好有興趣，咁咪一齊去。去玩呢樣嘢，我玩完之後，我好多人喺網上邊都叫我，如果幾時再集體有呢啲集體操一齊通知聲啦，我哋一齊玩咁樣係咯。